《海版侏罗纪》。不要上天，不要！有受伤吗？恐龙来了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呦，测隐形，测隐形！哦！隐藏版，跟老板互动，隐藏版的。倒过去，好闻香。 我们就占了10趴，这样。对，哎，然后再来就是。那今天有任务哪？什么任务？哎呀，帮我们设计一个不同于现在是红茶拉面的一个茶餐料理。待会儿来，银香。来，我帮你。来来来。这边点不动，卡住了。就是这样子。哇！好美啊 ！A B C 红茶炒面。哎，这个很好特色呢，这个面呢。是不是？这堪称侏罗纪，没错。 真的，找出以下声音的动。哇，这个难。他为什么一直在触我的脖子？是卡通里面才看得到的。真的。哎，好棒哦！哎，哎呦！哇，爽快！哎，一早就有彩虹，彩虹在哪里？ 哎，这个是我难得看到公园里面的草皮，它铺的叫做韩国草，是，很好的，而且这个草皮它现在一直要，它都有人在清洁。怎么样？我们今天要干嘛？今天来主题在这里，那个？来，寻找海版侏罗纪。我去过了，海版侏罗纪哦，带小孩有去那个恐龙公园呐，没有那么单纯啊，那个是死的。 真的要找活的，活的，那我们从蛋开始找起哦，这样。所以是怎么样？是活的，活的，活的。爬虫类，这边有那些地图线索。地图线索，海版侏罗，尤其哦，它一定会误导你。嗯，误上桃源、欧洲花园、繁星秘境、彩虹仙谷、民间龙爪手。我第一次看到女生敢比这样姿势比的这么自然的。龙爪手，哎呦，所以。 你要从哪一个开始呢？我们现在在哪边啊？我们现在在民间啊。我们在民间，当然在民间要先进龙爪手了。我们在龙爪手，不行，跑一下，要跑一下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他们很贱。对，他们就在民间，对不对？答案不可能就在民间，就是没有这么容易，就对了。对对对对，那就往上跑喽。好，来点刺激的吧。刺激可以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出发，快，Go。 都小孩哎，不是，这位姐姐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回来，那是跑道了，那是跑道。哎，教练好，教练好，来，教练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你好，你好，教练，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阵仗啊，有没有相当于一点点觉得放心许多？有，有没有？起码最起码安全装备都有。对啊，我看到他是知道他爸爸以前跟他这个是血液里就遗传的东西啊，热血跟机车吗？真的，真的是放心了。这样子，我们这里的场地有多长？ 全长400、350，400、350，骑1圈下来的热量消耗相当于什么？如果你在慢跑的话，相信掉1.5公里。对，慢跑1圈可以抵慢跑1.5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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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大家介绍一下，来，这位是选手，就是选手一号，最小的，最小的，对，就是我们最小的。几岁？你几岁？四岁。女儿，是女儿，是女儿，好可爱啊！是女儿，你好棒啊！爱你，有女儿才两败，是不是？两败啦，对啊，女儿真的会，哎呀，就是会爱不离手，你知道吗？一讲话就真的、啊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好，来隔壁的，
这个几岁？六岁。六岁。小男生是不是？对，刚满六岁。这么皮干什么东西？哦，去什么差？跟你们家的一样、啊。对对对，跟你们家的一样、啊。男女态度差这么多。对啊，你好帅。这是我们孙女，对我孙子。孙孙子。你打工啊？我当工了。老板，他就是越野车骑的多，所以排练排的多，所以看起来这么年轻。年轻呢、欸？年轻。哇哇。这几岁？十一岁，他刚刚就是一副能，谢谢。因为你们全身穿装备，对，他会觉得你们很厉害。哇，十一岁，这个几岁？七岁，哇塞，营养相当丰富哈，营养丰富啊，看到没有？非常的，很棒。这个时候就，尖叫机任务，看红包挑战赛，三战两胜，然后跟小朋友比赛。我们这样会不会让他们觉得太大欺小了？十一岁都眼神挑衅，我觉得光是他一眼就可以把我们给扒掉了。看要自己选选手还是？哦，单挑哦，单挑，一对一单挑。哦，哎呀，真的吗？马可，妹妹，你既然说要挑战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当然挑妹妹挑战喽。妹妹是我。你不要背掉。我觉得十一岁的就交给你，交给你们两个了。十一岁，你最近有在骑，你不挑战十一的，就这样了。Allen， 给你，好吧，给你。好，那我就挑一个跟我儿子一样的，六岁。就这么决定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但是输了，老板有任务要交给你们。好，看到场地没有？嗯，骑车不是最累，最累是什么？知道？修场地。我们场地有三宝。锄头、平头加水枪，浇水、挖土，因为会扬沙。这听起来很累。听起来很累。好，那相当于我们等一下也要先下去熟悉场地练习一下嘛，要不然嘴一上去怕危险。好，没问题。跟他们一起熟悉个几圈。OK， 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出发。受伤了？没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摔了。你怎么这样？你刚练习不是好好的吗？对啊，没有关系啊。你弟有事吗？没有摔到吗？没事，好，给你抱一下，没事。对。哎，你怕什么？走，继续。好恐怖！哎，他怎么去？哎，等一下，哎。闭车！骑这么厉害，你知道我刚刚用生命在跟你比赛。你对叔叔骑车的技术能打几分？能打几分？好了，我跟你说，来，弟弟，我跟你讲，你今年六岁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输并不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叔叔骑很久，我刚刚跟在你的后面呢，我发现有几个东西是你做的很棒的。你在选择路线这件事情，我好几个弯我是追不到的，我追不到，我在你后面。我过不去。对，但其实你是很棒。对啊，哎，好棒！耶，要笑了，哎呀，你轻轻哎，
对啊，你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，你很棒，你很棒哦。哎，下一棒，下一棒，对啊，很感动，对啊，你这样就感动。哭了，你不要回去生小孩哎！我有在想我要不要赢，对，我要不要赢？因为我知道我一赢他了以后，他一定会受伤。心里面他会有一点，但是我心里想不对啊，我骑了这么久，我没赢你，你会笑我，嗯，也不能让他觉得成功取得很容易。对，那所以你看我就是没经验，因为我刚问他，我给他打分数，对不对？他讲不出来那个分数，他心里面是完全另外一个剧本在那边，啊，真的是棒。所以下一位。我跟你讲，细牙真的细牙。哦 ，nice， 加油！前面加油！恐龙来了！哎！恐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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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漂亮！妹妹，赶快起！妹妹，加油加油！妹妹，加油！你不要理他。哦 ，A 人去帮忙了 ，A 人去帮忙了。我被卡住了，我被卡住了。但是你知道比赛啊，就是这样哦。你进了场地，车有任何状况都是你的事情。对啊，对。好，可以了。Go， 加油加油，还有一圈。你还有一圈，你还有一圈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他的手已经僵硬到没有办法收油了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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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刹车，刹车！哇！加油！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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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停停停！停停停！熄火！好，下来，下来，可以下来了。我输了。来，这位姐姐，我好难过，我这样子。安慰姐姐，给姐姐拍拍，给姐姐拍拍。不会安慰哦，我教你怎么安慰，好不好？你要加油哦。加油！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亲一个。哎呦，好棒哦！好，你好厉害啊！很厉害，我们要努力骑车，好不好？好棒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下一棒，下一棒，最后一棒啊，一比一啊，一定要赢呢！加油！来，加油 ，Allen， Go。属于你的秘密任务，秘密任务这一次，对对对对，主要是豆哥生日啦，是，那我们想要给他一个 surprise， 他最讨厌惊喜了。这个系列我们有三个关卡，对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挑战任务，对，那你的任务就是要破坏他成功，就是反正他要成功之前，我就是不要让他成功就对了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破坏他，破坏他，谢谢你，麻烦你了， surprise， 隐藏任务，对对对。这个叔叔在干什么？加油！加油！我觉得他也超不爽。我觉得他也超不爽。在哪一招？我跟你讲完了。哎 ，BBQ 啊！等一下叫他浇水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他很紧张啊！
你知不知道你一直在耍帅，你还输了比赛？来，拿去。他去拿来了。没有，你让的太明显了啦，你真的太夸张了。喜欢耍帅，真的。对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以后看到那种耍帅的男朋友，不要交啊，可靠。来，刚刚那个小妹妹讲说，她说谁要跟我比？他说对，谁？我跟你讲，这样子啦，他们去除草，我们俩去骑车。可以，可以，我觉得合理。带你骑车，我觉得合理。你也要来，要骑车的跟我走。两兄妹，两兄妹来，两兄妹来，就跟我走。好，走走走，骑车骑车。没有了，你要陪我除草啦。骑车，我们去骑车，我们去骑车，我们去骑车。安全帽戴着，安全帽戴着。啊，谢谢。现在除草，你告诉我现在除草。补土，我们去补土。谢谢。辛苦你。对啊，我脸跟那个，我觉得蛮逼真的，很逼真。我转那个弯都可以在那个弯嘛。对。对啊，他有点看出来你故意是放水。真的吗？但他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笃定。对啊，因为可能真的技术怕把我看太厉害了。嗯。来，要怎么样？你先倒水吗？先倒水。你先倒水。好，整个整面这整块都把它倒水。哦，这边把它挖松，对不对？对。把这洞浮起来。哦，好。好。好，这边。对。叔叔有没有骑得很好？还好的，你看，他都说还好了。哎呀，很难赢的。没有，真的没有，他们的，他们转弯什么的角度都是很好的。他们长期的，对。当初做这个是有考虑到很多的，因为以教学为主，所以场地的物件没有外面的大，可是呢，他所有该有的东西都有，而且这些是佛小朋友的话，其实很足够了。你安全，该有的都有，该有的有，而且因为如果场地太大的话，他过头有时候会兴奋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兴奋就会过头，就怕危险。刚刚我们美女就很兴奋飞起来。你飞起来刚刚，你这飞起来，你是直接吹油这样飞起来？我是为了画面。你是为了画面飞起来，那很危险哎，真的、哦，真的。飙女啊，飞没有问题，下来下来，对啊，哦，有可能会倒头栽，对不对？对，有可能会过，有可能会这样子后空翻，后空翻，好好扑倒，好好扑倒，有有有，好好扑倒，好好扑倒，哎，那刚刚才补过了，然后这个把这边土挖过来补这边就可以了，好。一二三，加油加油加油，耶！哦，开心呢！我整个汗飙到一个，喜欢吗？差不多太爱了啦。其实我刚刚就是去跑了一场马拉松。呵，台版侏罗纪，我终于懂他说台版侏罗纪的意思。小孩是恐龙啊，小孩就是恐龙，对不对？抓恐龙啊，但不是这里终极目标，不是这里终极目标啊？会不会真的就是什么龙抓手？应该是龙抓手，因为有个龙字嘛。没有没有，这些有不要讲什么驯龙高手，这么明显，这太明显，驯龙高手太明显，太明显。龙爪首先哦，可以啊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卸装备出发 ，Let's go go， 我们去拖一拖，哇哇，好久没有这样玩。哇塞！来，我们刚刚去是刺激快感嘛？刺激快感。他们现在说回来这个民间龙抓手，但是我们民间抓的是大家都能抓的。哎呦，大家都能抓啊！能抓，抓漏啊，比如说房子抓漏水。对啊，捞啊，对啊，抓漏水。好，接下来可以看没有？哎，等一下，因为我们都有任务嘛，哈。有任务。然后这一关比较特别，是我们有一个隐藏版的任务。隐藏版。跟老板互动的隐藏版的任务。OK。然后要在限时之内要把完成，如果没有完成就是失败，2000块就没有了。赢的话有2000块，一次扣2000，不是扣钱，是本来要给你们红包啊，他们就没得到啊。哦，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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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讲，这不用担心，这不用担心。来，这边有3张牌，你们各自抽自己的任务。好，先不翻了哈。好，先不翻，先不翻。等。好了，一二三，对吧？我觉得有些人不礼貌，像我不喜欢。对对对，没有，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，他没有写到的，前面的头。还是后面的头，这很关键。去后面我可以偷袭。哎、欸，这个茶老板，一二三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还是小心，还是小心。小心啊，小心。好，来换你，换你。叮，跟老，太简单了吧？哦哦哦，不能 Q 哦，不能 Q 老板。一个女生美女，你随时拿一个这个东西出来。他还没有比老板，直接自己上来。哦，我老板。
是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吹牛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很难吗？因为你们都一定是修得嘛。对啊。你怎么可能去跟他讲？你帮我个吹牛。对。哦，不能讲，对，还不能讲，还不能讲，跟你讲，永远我跟你换，因为女生开这个口比较容易，不要这样啊，对啊，对的。看老板摸头，这个你就可以了，这 OK 了 ，OK 了。老板，帮我。好，找了，找了，找了。感觉很好玩的，是，来来来，走摸头。爱你无终止哦，好，老板好流行啊！哇，哎，为什么你这里？哎，你这里为你不用，你这闲了。我这个是不小心在八岁的时候做茶，被那个揉捻筋弄到的。哦，八岁，对对，八岁就要帮忙家里做茶这样。为什么会被揉捻筋弄到？因为想把茶嘛做回甘好喝一点。对，是不是皮蛋？对，我觉得应该就是皮啦。皮蛋，哇，大家就想来喝看看。那这一泡不错。那这样子对你有造成很大的困扰吧？少两个手指。他这个有动到这个骨头。骨头骨头。这个时候比较寒流来的时候会麻的呀。嗯。就是会有一种初恋无限踏雪的感觉。他其实就有一种看这样。对，就是会常电到这样。不是。这个很流行的。对，很流行的。哦，没办法。你这只手不行的，那另外一只手。这只手可以。哦。对啊，这里是什么？这里是什么？这里有。那我这里是这样哈。对。百年制茶厂。百年。而且是有证照的。怎么说百年？因为我阿公去那个厦门通商的时候，招了十二年，也是民国二十六年的时候，就一张执照，通商的护照。那这是第几代？您是第几代？我爸第三代嘛。第四代。第四代。现在已经第五代了，因为第五代开始接手。女儿开始有。好厉害。我一直都很欣赏那种一家人做一件事，很难，真的很，真的很难，要延续三代以上，一定要传承，传承，一定要诚信。你可以，这好看，我看，正好这个不是要签筒，这要先要倒，要倒进去，好看，好看。就像我们喝茶喝完的余香，这个比较烫，闻香杯，哇，这个香哎，这个哦。其实我们正确的喝法是这样，哦。舌头像汤匙这样，哦，让滚动之后，它也自然有一个香往上鼻子。这是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就像品酒，我们以前小时候这么做都被你看这些啊，林总，哇，对，人这样就对了。你很会耶。然后吞下去的时候，你有感觉哈，有一股香往那个鼻子上面。老板，如果太烫怎么办？太烫要吹啊，要开滚滚来。怎么可以示范一下吗？怎么做？可以示范一下吗？就是。没有啊，哦，懂了懂了，哦哦，懂了懂了，那么简单，哦真的凉了，对，哇，厉害，哎呦，对，我觉得算第二高的，因为毕竟那个茶真的没有很烫。哎，坐，我又站好。你刚好在那边，刚好。这个好。还是你去跟老板学一下泡茶。对，你跟老板泡茶。对，我们茶爬是这样泡哈。我个人对茶艺，他非常喜欢。我们现在这样茶放下去，泡出来要松松的。对。然后泡茶一定要滚。滚的时候我们冲下去大概像我们以这种计时器一分钟。一分钟把它反过来，反过来你应该会吧？会。倒下去就已经反过来了。好。老板，那第一泡跟第二泡都一样？就是一分钟。一分钟。一分钟沙漏嘛。你就这样，我盖下去的时候，你赶快把它反过来。反过来。那沙子。没有的时候就一分钟，续杯。啊，记得哦，就倒过去，闻香。对。啊，喝茶，第一个是香气，大概占30%嘛。对。滋味占40%，然后外观，我们就占了10%，我们就占了10%这样。对。哎，然后再来就是，觉得老板是好朋友，真的要跟老板做好朋友。对啊。原来教我们怎么泡茶。杨大哥最近是因为长得比较福气。对。你小时候一定是趴睡，因为他的脸型其实是比摩尔一样，哎。讲讲的呢？对啊，我们要去当影星，要帮他抢人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趴睡的人呢？真的，他头发比较圆。真的啦，不信艾伦哥，你帮，你看老板头是不是圆的？真的，你啊，他圆的戴帽子。我觉得应该，我因为像我就是扁的。你看，哎，有没有？老板应该是看起来就是圆的。真的啦。好，再等一下，没事。到底是哪里？有没有？不太好意思，为啥？哎，时间到了，我们都没有注意哦。老板，你是关键字。哦，时间到了。
哇，很惊险哦！刚刚还好，我以前也算是实力派演员，不是以前那个，还算是有演过戏，对不对？刚刚是拖延时间，差一点点，我觉得豆哥看我的眼神已经有点要瘪坑了。哦，我刚出这么好的招给你，我刚出这么好的招，你刚刚直接，你刚直接就是在拍起来，大哥，杨哥，杨哥，看，哦，好圆，你头就移了。我手上不去，知道吗？你怕被揍，对不对？他是要碰到你的头三秒，不是？碰你，我现在敢碰。好了，两千块开启啊，两千块飞走了，飞走了，飞走了。sorry，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反正其实哈也是开心。你看，杨大哥这样子，对啊，杨八子，杨八子。但是说实在，我很欣赏这样的。有够开朗的人，因为断娘子，你会更多的福气。其实上天关了一扇门，就开了一扇窗，所以就因为这样，不用当兵，少了两年了。嗯，是因为这样，我可以认真把事业做好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来到这边，好，那就我们，对，我们也是要了解一下有关如何做茶知识。好，对，茶从哪里来？我们要先去了解。好，对不对？今天就到那个。要采茶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采茶的，还有呢，再来焙茶。焙茶，喝茶因为顾名思义出来有很多水分嘛，对，要把它烘焙干燥度才可以放这样。等到我 OK， 你 OK 吗？我觉得 OK， 我会。那就把美女配给你，把知识先收集起来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。坐，哎，你没动，哎，你没动，哎，你没动，哎呀啦。我们来采茶了，采茶是不是要唱个山歌啊？山歌要唱，山歌怎么唱？山歌怎么唱？好，我教你哦。哭笑不得，我又能如何走利用尽人险假设？哭笑不得，哎，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山歌，山歌啊，这就是三个人唱的歌。三个对，老板好聪明啊，太聪明，我都还没有讲哎，厉害耶！来。我们今天来采茶了。好，那这个茶现在就是快要好了，大概在50几天到60天。嗯，那好的时候就会呈现这样，一心这个心嘛，一个心，哦，一个旗，啊，两个叶子这样采。那等一下采的时候不要这样采，对，你就骑在上面，像骑马这样，哎，一心两叶或一心三叶这样嘛，像是一心两叶，一心两叶，哎，老板一心两叶，为什么呢？会有一心两叶？那为什么以前为什么说只能采这个？那现在为什么一心三叶也可以？因为现在的技术啊，有时候我们揉捻比较好，以前是手工揉捻嘛，啊，现在揉捻，对对揉揉，啊，现在机器手揉捻，它这一个揉捻起来也是好的，原来机器变好，所以现在一心三叶也可以采，没错，哦，太好了，所以是一心二叶，对。哎呦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你看，哇，对对对对，这样对，这样对。那我们在泡的时候，这个是芽是回甘最强的，哎啊，这个是熟女比较香的，啊，这个是少女这样，哎呀，就是这样，一斤的茶干总共15000多个叶子，哇，也就是我们两个采两个小时，大概做一斤，两个做一斤的茶叶，对对对，就烘焙完之后嘛，对对对，烘焙完5斤的茶青做1斤的茶干嘛，那是你们采两个小时做1斤的，一斤，我们采两个小时，然后半斤都不到，没错没错，对啊对啊，啊，台湾茶是国宝，因为全世界就只有我们这个地方的茶是喝半发酵，可是春茶跟冬茶最好，因为生长期间够，那养分够，这太有学问了，对对对，老板，我们要采1公斤哎，我们要公斤，快点啊，还快点。我那边讲，所以要这样，这样要左右左右夹攻，这样才对。你就是要变惯性，这样有没有？对，要看那个心才可以。哎，眼睛要专，要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没错，就这样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好。你们两个加起来的总数吗？好，我这个还有没有指甲？你看，对啊，没关系。来来，好来。我想说，你那个钱先让我们。那是因为现在哈，换一个地方，好，来换个地方来，不乱摆，一定要骑上去哦，记得哦，这样来，好，开始了哦，来，有上手了，上手了，上手了哈，上手了，对了，有这1公斤出得来了，好了，1公斤出得来，太难了，我连看都没看到，老板都被你罚完了，没有，你可以换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跑过来这边吗？对，对啊，你都没。你好，你好，来，请问一下，
这个是我们传统鬼笛红花吗？不是，我们这是风骨鸡，主要是风弦，就是类似比较细小的那个茶沫出去。风弦的，好啊，阿珍千万不要那种，又要搞。对啊，我们就把茶叶倒在上面去。啊、好，没问题。对，那我去搬茶叶。对，我去搬，我去搬，你等我。嗯，这么，哎，现在是怎样？我们一般不是都是那种小包的吗？我们这应该叫大包。这是我们的进货，都是一包，都是正常，都是三十斤。好，行。啊，先倒三十斤就好吧。对对对。咦，哇！好，来来，机器打开。从这边机器打开。好，那我们会再把罐子拉开，就开始风骨了。嗯。啊，我们会把那个细末全部到后面去。对，啊，这里是茶叶比较完整的东西。哦，对，我现在要选到那边。对对对。然后再拿去做烘焙。对，因为我们在焙的时候，如果有细末会比较容易烧焦。哦。所以我们尽量是有茶叶完整的东西去来烘焙，这样比较会均匀的。烘焙是哪些机器那边？对，这个都是，都是对。我们要就是牌子就是平均铺在这上面这样子。哦，烘焙最难的是什么？是在喝。对，就是我要的口味上。嗯，啊，如果倒的我们就赶快切掉，让它熄火。哦，啊，那你这样子一天要喝多少茶？至少会超过半斤了。哇，喝这么多哦！就是因为我们一直三公克，其实。一天至少会四个二三十泡以上。哦，这很像人家说的品酒师，你是品茶师哎，哈。是。所以这个铺的时候也会取决于它的那个透气度好不好，是不是？我们会先取决第一个我们要的口味。嗯。我们如果口味是清淡的，我们会铺薄一点。对。如果我们口味上要重一点，就是我会厚一点，因为我们温度要高一点。好。所以刚刚铺的厚度是就是属于比较浓的吧，属于轻的哦，轻的对，因为浓的可能要更厚，再更厚，对，那就只能等了。再烘多久？清香的大概两三个小时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等一下试试看哦，烘出来看是什么味道，来喝喝看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行。哎，厉害了！你们刚去采茶，是，采茶的感觉哈，其实是就是把那个叶子这样茶叶拔起来了。不过呢，在中间的过程当中呢，听那个杨大哥呢讲了很多讲故事，现在终于会分什么是红茶，什么是清茶，什么是绿茶。对，这个。这是这样分的吗？不是烘焙才处理这样。对对对对对，制作的时候。制作的时候，对啊对对。就是半烘焙呢，其实就是我们这边的清茶。清茶了。全烘焙呢，就是红茶。发酵。那如果不烘焙呢？不发酵。生茶。生对绿茶。对对对对。我刚刚去做那个烘焙也是，他们的烘焙师，他一天要喝掉八两的茶。很多哎。很多啊，他一直喝哎。啊。对。然后去试这个茶，然后就是这样这样。是怎么试？我们可以怎么试？好，我们茶是这样哈，就是用汤匙，对，那大概一勺这样，把它摇在里面，然后刚刚有教过嘛，舌头像汤匙这样。那怎么样才是标准合格的呢？标准哦，就是说像这泡是标准的吗？像这泡焙的不错，就有一点蜜糖香。我说实在，我从小喝茶喝到大，对，虽然不知道要这样，哎，就是要这样，都不要这样倒的，会不会？要滚动，滚动，要滚动，滚动。你不要跪出来哦，滚动，不是跪。对，对对对对对，有没有？你那个两个舌面的，滚动，舌面，不是给丢，舌面给丢。我是给丢，就一定会。不是不行不行，你要滚动之后不要吞进去。为什么我觉得它到尾韵会有一种凉感？对对对，回甘，喝了这个回甘润喉。
好，所以以前的人很喜欢喝我们的台湾的乌龙茶。台湾乌龙，嗯，试一下另外一个。好，我觉得这种只要有比较，对对，才知道有不同的味觉出现的时候，對對對，你就会特别的有感觉，對對對，到底哪里不一样？对对 对, 對, 對, 對，其实陪过的颜色也不一样。对啊，好像这个没有陪的，这没陪啊？对，就是深的，颜色比较没有那么重。它比较青涩，很像个少女。嗯，对，它很像个少女的 feel。对，刚刚那个就很像妈妈桑。哎呀，比较余韵犹存，比较有江湖跑过的感觉。对，對對，所以杨大哥，我们是茶要配着面拉面吃会比较好吃。这是不是那么简单的面？它是一个茶拉面。茶拉面，茶拉面，茶拉面。我是有听过茶拉面，我有听过茶拉面。茶拉面，我茶拉面。我们这个是台茶十七号做的白露红茶拉面。对啊，这个真是白露拉面哦。白露拉面，因为白露就是它现在很少了，被遗忘的红茶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哦，它种这个茶本来大家都不会做，都做成乌龙茶很苦。可是做成红茶竟然很好。我第一次看加红茶的拉面。红茶白露红茶。我怎么觉得茶泡饭是有常识的？你比我还会欧北比哎！我本来咸甜混已经在乱加了，你还加茶。因为可是不会油腻。一个茶香味。对 对, 對。嗯。轻轻的。对 对, 對。有没有？不油腻，那个油腻，对对，油腻感，好吃。而且我们汤头是用普里的矿泉水，嗯，对对对 对, 對，真的，去碗加茶真的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对对对，所有茶都可以这样加吗？没有，就红茶比较适合，水果，嗯，就加绿茶，那牛奶就加红茶，红茶，那如果要加料理就加红茶，嗯，哎，那今天有任务呢，什么任务？哎呀，帮我们。你既然吃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直接在推。对啊，对，刚刚还想说，好想多吃一碗。他帮我们哈设计一个哦，不同于现在是红茶拉面的一个茶餐料理。对，用茶来入菜。对，请你们不简单哦，不简单。不知道如何。对啊，没有头绪。通常艺人是异于常人嘛。是。没错。没错。就是我们可以试试看啊。试试看喽，试试看。我们来去找找看看，都有没有什么好。哦，让他吃吃不一样，对，吃不一样。哎呦，好，可以哦，好，出任务了，好，交给我们了，交给我们，异于常人，爱你如宗子，爱你如宗子，爱你如宗子 ，Let's go。哎呦，哇！好酷哦！这回到哪一个年代，大概就有点分不太清楚，穿越时空了。真的，最好的地方哎，最好的地方哦！来来，摸摸看，我们这有鱼耶。哦，哎，小鱼哦，对呀，哎，我的哎，这个有一种叫做人工崩拉兼切口，你这嘛是呢哈，一兼二个呢，洗衫兼去脚皮呢哈，对啊，哇，这真的小鱼都在旁边，这个要来体验一下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冬天是温的，夏天是凉的，所以这真的冬天是温的，哇，哎，我来这鱼有没有给我们打气呢？哈，上上好是打会丢啦，你看，哦，滑滑，哇，好冰啊，好冰啊，对啊，哎，我不知道这里有衣服在洗耶，我其实。昨天有几件还没洗的，没有了，豆哥，现在脱一脱，现在把身上的洗一洗好了。啊，等一下怎么穿？哎呀，好舒服哦，太凉了，真的很凉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们常年都在这里洗衣服，一年只有两天，就是初一还有九号那个不能洗，为什么没洗？哦，因为那个是地公祭啦，地公宗教宗教，啊，但最贵对啦。它那旁边那个有那个烟头啊，它都会烟头在这里。啊，这样流出去啊，去哪里？那里对啊，那边后面有空心菜啊。空心菜，这里流出去以后变灌溉水源就对了。因为我们这个水源没有问题，这个都是活水，它不是它所以一点打。哎，那我如果要找空心菜，你该不会说要从那个洞钻出去吧？啊，不然你试看看好吗？可能要滑水道。滑了你看，你看它的鱼都还在。这个小鱼有此可证明。嗯。以前呢，大家在洗衣服用的洗衣粉 ，Deco， 嗯，是没有毒。对对对。好了，安内啦，我等你吼，他阿明仔先咯，我有三杯水，我跟你说。我现在先来选空心菜。好，找空心菜。但是泡都不想洗。我不想洗啊，好舒服。这太舒服了。好，等下要选空心菜。空心菜。啊哦。哎，小心不要滑倒。小心，小心。今天要来。
来采的这个东西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跟水有关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什么菜？水莲。空心菜。空心菜，空心菜，空心菜。这当挂不？我挂起来看麦啊。好啦。喝哦。挂起来，喝啦。哎，出一根的啦。对呀、啊。这珍珠奶茶吸管吧？这无透，无透过来。可以喝。他们喝喝看，喝喝看。哎，不错，这蛮冰的，你下来看看。我拿一下这个。我蛮热的，我想。你下来看一下，咱们来杯咖喱豆瓣呐。啊，这边阿勇，这边阿办。都要怎啊？甲杀起来，再加落甲剁落安尼啊。啊，就放在布顶管。有啊。唔是下边顶板嘛？免啦，迄个挂过啊。啊，挂过为什么袂当直接打顶管？啊，你讲甲打落都粘落，后摆袂发硬啊。袂发硬，袂发，袂发。哎，一年几收这？二十外工啊，十外工啊，二十外工。你这么挂了二十外工，搁来收得着啊？有啊。这纯粹你个杀起来，我就爱来甲挂落。有。哦，挂起来头就是这样子，从安尼啦。哇！我是没有看过空心菜的根有这么粗的呢，水根的好像都这样哎。对对。快来就会晒了，所以它下面的根还会再继续长。继续长。哇！它基本上是。好划算啊。对啊。大姐，这你煮种了的时是几几个月开始种了？只要十月遐落。十月种了，啊，起码。现在已经。哎，起码十月啊。起码都。无啦，古历啦，古历啊，那五月开始种了，差不多九月开始种，九月开始种，然后一个月开始收成。许料要的单梅你个种啊？有无啦？啊，搁继续种。再种啊，搁一直收收到春节爱过番啊，安尼啦。一年啦，一年啊。这开心农场哎，他种一次一直收，一直种，一直挂起啊，挂起从安尼头一直过番起啊。哎，这个脚是完全卡住了，我卡住了，对，不是我们不动，你知道吗？是因为动不了，很难动。其实我们这样够了耶。对啊，阿妈，我们家你搬家的话啦，我客寻客家，我来当家你倒办。哇，你都爱了，给挂住了啊。好好，帮阿妈割一割了啊，这里我们拿了。哎，这个实在是厉害，这是我们刚刚那空心菜的根，是啊，就是你们刚才从田里采回来的。第一个过程就是哈，等来根茎哎，我拢根上精华的部分。嗯，这是精华的部分。哎，这就以为啊，咱插空心菜不是拢要点管五条啊？对啊，我们要注作这个酸菜袂塞五条啊。哦，这是我们叶子，这是空心菜。对。哎，怎么看觉上很像我们吃那个北方料理的酸豇豆？对对对对，我刚以为是豆。哇，他够上够嘎滴，没后嘎滴，后嘎滴，用那什么空心菜吗？对，等于这个酸菜去包起来了。一般是用咸菜的。哎，咸菜，咸菜。哎，我们就是利用我们这个我们的创意，啊，跟阮新家在地出名的菜就对了。哎，尤其是阮这是冷转的菜，所以阮有一个特色，冷转的菜蒸起来。足好食，足油的，我搁用经精华的布段，对，这较油啦，嘿，对，啊，这吼，这有一个季节性，伫咱清明吼，甲这个八月半以前这段上好食，八月前啊，哎，啊，即摆过来的时阵吼，伊就会开花结果，对，所以就会较无遐好食，哦，就不能吃，所以吼，这嘛是一个时段性，时段性，好，这感觉直接生啊，就可以生吃啊，可以生吃啊，可以生吃啊，哦，很脆啊，对啊，嘿。酸芹菜没有这么野过，来，我们来学一下怎么做这个叫做酸菜空心菜哈。啊，你就是提好济嘛哈，我跟你讲啊，那切你要切好，刚刚切长啊安尼啦。哎，啊切成迄个寸段咯，没问题，来。再说寸段哦，你要试试，我这你平常切菜的吗？切啊。你在家是到底是嫂子做菜还是你做菜？我做菜比较多。看，对，也不要太粗，不要太粗哈。会耶，哇，顺，哎，会耶，真的会做菜，这个，而且，哎呀，这个，而且，哎呀，没事，大姐在旁边被你吓死，大姐不，没有，我想说，哎呀，我瓦斯费还没付啦，大姐被你吓死，没事啊，大姐，没事没事，哇塞。你切菜有一种很优雅的 feel 哎，是你切菜好像在做法国菜，然后我切菜呢，台式就好像在做中埔，来中埔菜，中埔菜，中埔菜，哇哇哇，全部的，你看，哎来，那现在呢？听说女孩不做菜的，哎对对对，好歹我有执照的，
丙级厨师啊！失敬失敬，但今天有他就够啦。哦，等一下，你是上保证班是不是？对啊，保证班吧，保证班学位的。哇，漂亮没？哎、欸，厉害！哎、欸，丙级的，你看，哎、欸，丙级厉害哎、欸，真的，丙级他的那个 size 就是比较厉害一点，比较均匀一点。喝，我们菜喝一下，别送了。对对，豆罗哎，你真的切得蛮好的耶，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哎、欸，把空心菜切得跟猪葱一样哎，跟那猪肠啊。来，大姐，阿兰今麦别送啊。今麦就是哈，把盐巴。哎，我的。就你放在手掌心。手掌心来，谁的手来？来，阿伦哥。够了。哦，放下去，哎、嗯，不错。啊，用手这样，轻轻的，不要握。哦，轻轻的。哎，阿兰，用阿兰，用阿兰。好两手，对，阿你，阿很爱心啊，阿你，我那改，要还有耐心，我那改风，我那改风，阿你有感觉到我的爱吗？有啊，今晚过来就是疼，哎，哦，糖比较多哦，糖比较多，糖瓜跟咸未使哩，对，啊未使出来咯，就是轻轻的抓，轻轻的都，对，你看已经烤出来了哈，对不对？好，阿今晚改静置一下，静置一下。OK， 麦子，要松松安尼。我连伫厝内用，就是差不多30分钟之后，倒醋下去，咸甲甜有入味啊。然后里面灌了料，你再倒醋下去，嗯，就好了。哦，就把它放。我再放，有时候10天至20天就可以吃了。这么快？哎，要控卡久嘛会使，一控就差不多要2个月啦。好香哦！哎，哦，哇，请给我一碗。阳春面，真的面，还有面，拌面，拌。哎，我不知道空心菜可以做这样哎，真的第一次看到，而且好像真的像我们吃的，给我碗粥也可以，小米粥，十天的试试看，真的像三江豆。小刚哎，小刚哎，哇，哎，面，拌。学起来哈，因为空心菜其实说实在，全台湾人你去哪里买，你都买得到。那你如果刚好有到这边来的时候呢，到我们南投民间这边来，你就去找一下我们水根空心菜。水根空心菜这一招你要学起来。我们以往在炒空心菜哈，我们都取上面，对上面而已嘛，对，下面就丢掉了，对，丢掉浪费，真的不要浪费，拿来做这个，我跟你讲太棒了。我们就是这样子啊，嗯，那阿姨这个要冰吗？要啊。这也要冰，要加什么嘛？我觉得这可以哦，很可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在南投，我们除了有好山好水，然后我们现在找到有空心菜，空心菜。南投还有出一个东西叫做梅子，家家户户都有脆梅。嗯，我本来想说，哎，用脆梅搭配茶，嗯，来炒空心菜，我觉得会好吃。是，但我现在有这个，不用梅子，直接用这个酸酸的加茶，加茶啊，它会解你那种腻啊。擦一下搭个白饭，对。我懂 ，feel 到，有，好，行，那我下一点前进，我们接下去哪里？走就对。我刚刚已经炒完空心菜了嘛？对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厉害的，叫台湾人参。人参，台湾的人参，不知道。我寻找人参，想要找很久了。真的吗？哇塞！哦，大姐，你好。哎，这个哎，真的有一个。是人参的样子，对，台湾人参。所以从这边出去哈，人家都会讲说，哎，你那有些什么鬼什么鬼，走在外面被人家形容台语形容什么鬼，你这些什么鬼带家当哦，嗯，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是念高贵，身味很重。对，这个是什么？是那个狗尾草，也可以叫通天草，算台湾人参的。为什么它叫台湾人参？它明明就是狗尾草啊。它是因为形状很像人参，对。OK， 形状很像人参，我们可以叫它就台湾人参。但来了，为什么叫通天草？它的话这里，它讲蛮像，对，它讲蛮像那个，有的会弯下来，人家说很像那个狗的尾巴。狗尾哦，所以他们才发明说狗尾草，草是叶子很像草。OK， 通天草是现在他们读书。他们被化出来改成名字了，学名了，真正的学名了，通天草。对。但是大姐，我有一个疑问，您是哪里人？我是越南人。
越南人，但是他对知道台湾人对，但是这个越南有吗？越南我们住南部没有听到，北部他们有，可是很少，很少，不太会用。哦，难怪他懂啊。对对，奇怪越南来台湾很久吗？哎，二十年。哇，比我久了。新住民，对啊，厉害，真的厉害，109，哎，对，对，比我久，比你久。这个这一些我们做台湾人参，他拿来都做什么什么用途呢？该不会跟人参是一样的用途啊？类似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它的皮很香，这个。它有点像生片这样子啊，对对对对，生虚感哎，生虚生虚，慢慢慢慢切掉，对对对，生香。哎，大姐，我还有一个疑问哎，是，你这边只有这一区是红色的，为什么？红土哎，对啊，我们每天都在这边加工啊，工作啊，带回来是讲这样子，还没洗的。所以它是种在红土里面，它只有红土能种吗？黑头也有，可是黑头味道没有甘甜。哦，红土会出甘甜味，对对对，狗尾草比较甘甜。哼，这样来帮忙，先洗，姐吗？先洗，先洗，来晒晒开，晒开，来刷一刷手，再这样，对对对对，上下都冲。既然你平常会洗东西吗？会啊，对对对，这样。他会，哇，哇。这感觉这样可以洗得很干净，疗愈啊，疗愈啊，干净这样就 OK， 好疗愈哦，我停不下来了，不行，把土冲掉而已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不能洗太白，因为它哦，不能洗太白，对对对，还有前面，还有前面，我觉得西亚蛮看他的，他把通天草洗得非常的干净，试试看，好，我来试试看了，他终于发现要叫人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大姐我来了，你来，大姐 ，OK OK， 来。我们数量比较少，就我们一根一根洗，用心的洗。要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，要换来换去，对，这样吗？他换还是我换？上面，上面都要换。我们现在都要换啊，都要，都要互相配合，都要换。我们现在是自动洗车的，你知道吗？咦，咦，咦，干净了，干净，在。OK， 这样可以关掉了吗？好，可以关掉。然后，要剪，要剪，对，来，我们帮忙剪来。我们要剪怎么样？剪，我们这个把绿色剪掉。对对对，绿色还有用吗？绿色有的可以，有的可以用。有的人餐厅人家是要用，有的不要用。剪这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可以可以。好，哦，丢这边。你要放在这里，放在大腿，这样才有力。放在大腿。哦，放在大腿。对对。这真的比这个剪不动哦，我剪那么粗哎，比较粗的，我剪那么粗，我这个很好剪，因为我都拿很细的。对，拿细的。我们剪是一次都拿整把来。哦，整把一起这样剪，哦，对对。要快，真的真的。哎，这整把怎么剪？你剪，对对对，一根一根。哦，一根一根剪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剪整把。先拿整把，然后再分出来一根。对，拿这样子。哦，这样。哦，用这样子。是，这样会速度会比较快。哎，对啦，有没有？来来来，那个绿色把它放进去。好好好。他不会先剪第二次。哇，这个粗，这个粗。对。对，你来挑战。加。那我把一根超粗的。来，我帮你。来来来。真的剪不动，卡住了。喂，这个哦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哇！好美啊！你一天要剪多少只？不一定要看量，有时候五六百也有，三四百也有，有的七八百、九百多也有，要看采收的量。但这个季节是什么时候呢？采收季节呢？我们采收季节是全年都有，可是新跟旧。新的是什么时候？新的是今年中的算新的，年中算新。对，旧的算今年中，明年才采收算旧。老长了。对对。哦哦，懂了懂了。对对对对。我们等一下拿这里做什么菜？这是煮狗尾茶、狗尾鸡汤。狗尾鸡汤？对，也可以煮那个狗尾鸡蛋。鸡蛋，狗尾鸡蛋，狗尾鸡蛋是我自己发明出来，类似像茶叶蛋，可是它做起来没有像茶叶蛋很香，很香。对对对，入菜耶，对啊，对对，大家都知道狗尾鸡，一般用茶叶入变成茶叶蛋，对，我们大家把茶叶加狗尾草，狗尾蛋加下去又入菜了，嗯，对对，又不一样的一个味道，新的味道。
这要放哪里？我们放这里。哪边？哦，很重呢。两边啊，他放这边，放这边，快！怎么来？倒出来，倒出来啊！哦，就是把它拨开来了，这也疗愈，这也疗愈，对，疗愈。哎，这很像晒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晒过金针菇啊，金针菇，对对对，金针菇，金针花，金针花，不是金针花，金针菇，第一次喵，金针菇，他有发现哎，我们两个还在啊，金针菇，金针菇，他这边金针菇，没看过金针菇要晒的，我们是放在火锅里面的，金针花，金针花，金针花，就是晒大概要三天，晒三天，三天，万一下雨呢？下雨要收进来，要降加天上去。这个也没有办法完全晒到干吧？我们还要靠烘焙，要靠烘焙让它干。对，没有靠烘焙是给它更香，保存更久。哦，其实有的时候，对不知道的人都觉得你在晒枯树枝，但真的懂得晒的这一排都是宝，草药哎。是。啊，接下来做料理了，做料理 ，Let's go， 耶！反正今天不会下雨。一碗拉面里面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？很多拉面你可以有，比如说你有猪骨、豚骨拉面，你可以有肉片，你可以有虾、海鲜，或者是你可以有海苔，你绝对少不了。你所有东西其他食材都能变，但你少不了的是什么？它，而且它要剖拌，剖开来里面还要有一点那要熟不熟的那种哇！但我今天觉得哈，如果说它可以用茶叶，但我们如果用这个呢，让它的蛋变成有一点点 samakui。也不错吧，来试试看哦。其实说实在的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我很久没有煮溏心蛋了。我呢是属于呢会在冷水的时候把蛋放下去，水一滚起来关火，等于它把蛋白泡熟，蛋黄在中间嘛。所以你在蛋白外面有温度，熟熟熟，里面要熟不熟，要熟不熟，好拿起来。有一派的这个概念，算时间，算多久？五分钟而已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滚水关五分钟嘛，关火静置，预备计时。开始，五分钟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熬好的汤汁，把蛋放到汤汁里面，然后干嘛？你知道，蛋壳稍微敲破一点。五分钟，来，可以，拿起来。我们先好，直接把它放到这里面。有一个动作就是要。因为这样它才会入味入到里面。什么鬼？什么鬼？什么鬼也能？啊！拿一颗来试试看有没有成功。剥蛋最佳绝招。我好像已经看到了哎，好像有成功哎。而且为什么我光这样泡就有香味啦？不管怎样，我还是要切一个来看一下。哎呦，米香啊米香！老板娘，我跟你讲，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有米其林的厨师在这边，真的。我们有米其林宝宝在这边。米其林宝宝，那你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程序。Okay.我们先水滚，再来放干的进去。那这个是这个湿的、生的，嘿，还有茶包。茶包对，综合三个，这样味道会比较更好一点。对。那会分时间下去吗？要，会分。大概一锅要煮多久？我们这个大概半个小时就 OK。那算很快，如果以鸡汤来讲的话。对，这样可以放。好，可以放。OK， 米其林宝宝。一般就好。因为我们水一半对一半这样，要有一半的片，一半有一半的片，一半的根，对，好，差不多，好，差不多，那需要等蛮久，哦，再放这个，对，这个也放进去，真的有顺序的，对，因为这个拿来磨给它很稀，这样会速度会更快，然后呢，高不会，先盖起来，对，盖起来，哦，这个要先滚，对，给它滚一下，味道出来。那我们一般像我们要去哪边买到这个东西？滚了，滚了，滚了，哎呀，一般市场有，可是会买到假的，假的是还有假的，有假的是人家种那个农田那个黑头的，人家种好了，人家洗了奶红头来染。哦，我们这个是染色的，对，染色。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分真真假假？有的看得出来，煮出来会。煮出来味道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，就比较树根的味道。对，我们是真的很难分辨，那真的很难分辨。哇，很香哦，
香吗？对。嗯对，差不多，我们就放鸡肉。好、啊，要放鸡肉了吗？嗯嗯。我知道青年，不然会喷。嗯。喂。哇哇哇！真的嘞。好嘞。这个鸡肉看起来真的非常的美味。看起来就很 Q。对。感觉有在运动呢。有运动的鸡。应该可以哈。这样可以了吗？对的，应该可以。鸡，然后再换湿的人，对，湿的，一般的，一点点，不要太多，嘿，差不多这样子，对对，这样就可以，啊、不要太多，一点切片，对，哇，因为片的味道跟根的味道不一样，不一样，片都会比较好，片都会味道比较快，更浓一点，调味料，调味就要大出来了，调味就要大出来了，因为这个味道，对对，这样放进去，撒盐，撒盐，一点点就可以了，一点点这样子。要多一点点吧，这样两茶匙，对 ，OK。等一下闻着喝看看，它的味道，对，要试味道，要慢慢试。看有人要那可以不加吗？如果自己不加的话也可以。有的可以，有的可以，有的不要加给他，可是我们吃经常会加一点点。加一点点，对，比较有味道比较好吃一点。观众，哇，哦，好香哦，鸡汤，香哦，嗯，我这个锅盖都有闻到味道，嗯，你看真的很好，很香，好喝哎，好喝啊，对，也喝，嗯，对，给它就是一点点，真的是淡淡那种清，而且我们都还没有煮很久，嗯，对对，就已经有这样子的味道，我们刚刚总共时间20-30分钟而已，对对，老板娘，嗯。它越喝越有味道，对，而且它喝完嘴巴那个韵味还在，对对对，很香，它不会因为你喝完就没那个味道，对对对对，我来试试看它的鸡肉，才加了两瓢盐而已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加了两瓢盐而已，不吃，很新鲜，好讲，它是完全不柴，嗯，很甜，对不对？很 Q， 看一下，这汤真的不得了，好喝。真的很好吃，哦哦，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讲，我在那边光煮那个蛋呢、啊，我闻到的不是那，我闻到都是你们的味道，这边的味道对不对？先喝个汤，慢慢一口一口，你会那味道越来越不一样，它是有后劲，它是有后劲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对，好特别。我以为狗尾草它的煮起来哦，台湾人生的味道，就第一口那味道，嗯，很香很香，第二口。开始甘甜，干干的。嗯，第三口喉头回甘，哎，对对对，没错，上来了上来了。你看这个鸡，这鸡有做瑜伽的哦，对，真的，这鸡真的是最好的，切点辣椒弄点酱油，真的，哦，好好吃，太好吃了，是不是？这边还有茶可以喝看看，茶来一点，对对对，哦 ，cheers cheers， 180，喝下去，180，这一罐就叫做180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！哇，他真的干杯耶！知道我都想长高了。好哦，那我们怎样就带这个去了？好啊，好不好 ？Let's go， Let's go， 出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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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很好吃。这个可以弄一碗带在路上吃吗？谢谢。哇！哇塞，有哎，今天不怕，今天不怕，今天不怕。我们有丙级师傅在，丙级师傅，我提供的就只有一个叫做糖心蛋，这是我们做的那个汤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这是他们的汤，是他们的，哦，是他们的高汤。这是我们的狗尾草，狗尾草茶包。哇，狗尾草茶包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可以用这样子，嗯，就原来它有的东西，我们稍微把它取代掉一点。好，我们用空心菜，空心菜的这一根。用它这一段哦，好，用这一段，好的，所以它烫起来也是一样脆脆的口感。好的，好的。所以我们只要创出一个拉面，对不对？不一定要拉面哦，不一定要拉面，那你还给我们拉面？我以为那我们做炒面喽，也可以。炒面瘦吧，瘦吧，好不好？炒瘦吧，用这个炒炒面啊，拿一点茶叶一起炒，拿茶叶给我。茶叶在露菜，对，先用这个当基底。你要生茶叶还是熟茶叶？我们要熟茶叶，熟茶叶。刚刚它那个蜜香口味的。半烘焙，半烘焙吧，太厉害了。煮面，好，先煮面。下面，两坨差不多，味道对了。哎，直接丢进去了，可以。然后有点味，哎，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多，都在强调茶叶的味道。啊，中午每次看到面就很饿。你是喜欢吃面？你是面人还是饭人？我是面人。
我是饭饭，对。我觉得要不要茶叶先下去爆香呢？好，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我多一点不怕，多一点，多一点不怕，多一点不怕。好，好好好。哇，这味道好，这味道好。不会，不会老烫。要不要来一点先？好好，来一点，来一点哈，还有点干。蛮香的耶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用太多，不用太多，还有想到茶叶的味道。啊，有 feel 哎，有 fee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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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哎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可以哦。等下，等下，我跟你讲，哎，盘子有有。等下就是摆盘的功力而已。OK OK， 像那个意大利面那样。哇。西式的。对，西式的。我们这完全是 pasta 了，已经。我觉得哦，摆盘分数占绝大部分。嗯。哇，有哦有哦。整个青菜。青菜是不是？红茶烫青菜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放青菜的部分。哎，等我想试试一下那个面。很要很要。怎么样？味道够不够？怎么样？太厉害了。真的假的？嗯，这空心菜那个酸，再加上这个肉，那个真的是。那个茶。哇。哇，我还咬得到那个茶叶的香。嗯，我觉得跟那个老板呢、啊，他吃完这个啊，他会觉得他的拉面有点弱掉，他的那个红茶拉面。好像可以。那我觉得豆芽也可以。可以。哎、欸，这样你真的是中餐丙级耶？豆芽菜什么在进，会不会变成一个便当啊？哎、欸，有肉有菜有蛋哎。对啊。哦，好香哦！香啊、你闻你闻你闻。哇。哇、哦。红茶烫菜，这也蛮奢侈的。这很像一个便当。我在想要摆什么东西下去会要颜色更漂亮，差个一星二叶不错。那你们刚刚采的、啊？我不担心，我知道怎么采。在一个茶园的好处就是到处都有茶叶，找一个漂亮一点的一星二叶，一星三叶好。哈哈，噔噔，回来了！回来了！来来来来。这一盘不得了，哎，其实 OK， OK， 太帅了！站中间，站中间，站中间，来，一起，一起，一起，耶！大哥，哇！哎，杨大哥，没有在录出来。我跟你讲，惊为天人，惊为这么漂亮，你先吃了，没有多好，一般般，非常一般，但都是用你们南投这边的所有的食材。嗯。有很 Q 弹的感觉 ，Q 弹 Q 弹，然后有茶叶的回甘，回甘，对对 ，Q 弹有两样喽，有两样喽，过来，然后再来，有绵绵的感觉，绵绵的，有那个蛋黄的香，对对对，有那个台湾人参通天草叫，哎，果然博学多闻的大哥，这个很有特色呢，这个面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应该取个名字。他知道会回头来想面，这就对了。没错，刚吃下去还没有那个 feel， 对不对？五千米羹，五千米羹，岭南岛这边就厉害。对，哦，青菜做的咸菜，咸菜有一点酸酸的咸菜那种，对不对？青菜的脆，太厉害了，这个可以卖。可以，那我们今天可以把它签约，签约，签约。想菜名，想菜名 ，Allen Bobby A B， 你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？C 呀。现在 gay。这个名字叫什么？不好哎。对啊 ，Allen Bobby C 呀。不能啊。不行啊。A B C A B C A B C 炒面 ，A B C 红茶炒面啊，就开始来上市这样，对不对 ？A B C 红茶炒面，外国人也听得懂，外国人听得懂。哎，来个 A B C 炒面 ，A B C 炒面，红茶炒面，红茶炒面。哦，明白。我想要试试看这个青菜，因为这个青菜完全我们都没有吃到，对，青菜是用那个红茶炒的，哦，红茶烫的，嗯，有红茶的味道。空心菜的口感跟红茶的汤溃，对，那这是你的汤的，那是我们的珍珠奶茶，我们的招牌，对，来看看，好好喝，哇，爽哎，爽！你要这样，我们有过关吗？我们三个？那应该算有一个过关啦，过关的吧？所以今天我要礼物要送你，真的吗？哦，还有礼物，我们把这个茶籽的我们的特色的茶包，跟今天我们做的我们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名字哎 ，logo。请问这本书谁家？对，哇，
好有心啊！好棒哦！哇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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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哥，感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哇，超棒，超棒！这太可爱了，这个立刻做出来，请问这个是谁家？这不能打开，这不能。对对对对对，不会啦，多拿几包。二，人家其实时候也不早。对，那我们来。就是介绍您住的地方，住的地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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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问题啊，好，过，出吧 ，Let's go，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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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， 哎，这个要带的，对对对对。Hello， 你好。哇，这什么歌？哇，怎么？这个都还没发行，他们怎么会这样说？你跟他讲一下，跟他讲一下。哎，有版权，版权。自己人，自己的，自己人。对啊。哎，那这样子其实简单一点了。既然你喜欢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拿出来放了，那就交换住宿嘛。OK。这么简单的吗？这么简单。哇，难得来我们南投这边玩。对，其实我们是那个老板介绍的啦。那个茶二子杨老板哦，对对对对，他说这边环境非常好。对啊，我们这边有比较有特点的，就是有一个秘境。哦，还有秘境？有秘境？好 ，I can， 来 come 来 come 来，来冲冲，来进去进去。好厉害，这真的是秘境哎。落雨松啊。哦，这是落雨松，这个地方就很适合唱歌哎，豆哥。啦啦啦，大叔跟我一起唱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手紧拥抱这片海洋。啦啦啦，大树躺在沙滩上，让我们吹着海风享受地球阳光。哦，哎，这里其实这一边呢，全部都是你们的。对，从那个雾峰的有名的落雨松景点，然后去栽植过来的。哦，这边有300棵，从我们大门口进来的都是落雨松。落雨松，因为想要说让客人来这边比较舒适的感觉，嗯，对，比较回到家的感觉。嗯，来就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吧。既然都三个人，不用安排太多，一间房间就够了。外面一看就落雨松，哇，真的太漂亮了。对，真的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是我们这边有商务房，对，然后有那个 KTV 房，嗯，然后还有户外室，比较多元化。这干嘛的？这应该是小贝贝，算是我们饭店的招牌。哇哦，哇哦，超可爱，小贝贝。对，小贝贝。哦。每个人一定都有一个小贝贝，而且不能醒，不能醒，不能醒。以前都难弄了，一洗翻脸呢。这是赠送的，哇！全部客人来都有吗？有，全部客人来都有，很棒哎，好酷哦！来，再去看一个，再看一间，再看一间，耶呼！往下一个地方走 ，Let's go。这是我们的亲子房，哇！哎呦，这也太大了吧！这个，哇塞！哎，还有这个球池什么的，哇塞！还有造景，还有造景，造景。哎呦，哇，这房间，哎呦，这房间不错，这房间，哎，里面还有浴缸，哎，哎，那几栋别墅也不错。这还有音响啊，是可以连的吗？通常哪里有饭店可以连的？剧院级的顶级音响，这么多手机可以直连蓝牙。来，各位观众，想象我们在大海里面。兄弟，我面对工作家庭的确很紧张，烦恼都成烦恼，跑一跑，不想在乎别人的眼光。好，来了。想一想，原来我们都会变老。笑一笑，一起爱上了这个夏天。有没有对的很准吧？大叔跟我一起唱。来，最好笑的是什么呢？他也跟我们跳起来，他刚在后面讲，哎呀，哎，来把手机起来，耶！感觉他是很喜欢 party 的一个，对，难怪他不会开这样的，对，很好啊，带一家人来，哇，太这个音响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这个其实不错的，不错 party 房，party 房，对啊，可以动静皆宜，而且你带小朋友来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在那边玩，你可以在这边哎听歌，听歌，对，不被受打扰。来，台版侏罗纪，趁我们三个在今天还是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，还是在同一个地方，因为等一下可能还是要分开哦。想一下，明天去哪？
那就去这个美味的系统去去看看，对，好啊，赶赶快把它看一看完，好啊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就它吧，那就休息一下再出发，休息一下出发，休息一下出发，好。哇，他在干嘛？乖乖啊，他在跟他沟通哎，这什么鸟啊？这我跟你讲，你知道那个《How to Train Your Dragon》的那个电影？是，我知道《驯龙高手》。对，他跟就是我们在驯鹰的一模一样的概念啊。所以所谓的驯龙高手就是驯鸟，就是驯鸟的意思。驯鸟，现在开始懂了。他就是驯龙高手。老板娘，我可以走进去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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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哦，他是什么鸟啊？他是赤颈鹤。赤颈鹤，对，赤颈鹤，我第一次跟一个看到站这么近哎，这一片都是你开的，哎对，哇，怎么会想要开这么大一片，而且好像应该说它是一个鸟园呢，因为哈、哦，他们的祖先哦就是恐龙，我是想把它打造一个公园，哎，台湾的侏罗纪公园，哦，你看，终于找到了，哦，我们一开始讲的。就是最不可能，对啊，没有一开始其实我有想是豆哥你坚决说不可能这么容易，他一定会误导你，嗯，哎呦，哦，就是没有这么容易就对了，对对对对，因为如果这样的话节目就没有了嘛，也对了，也是，所以你做反对那一票我觉得是 OK 的，这总要有人做反对，是啊，那我们找到了，就在这一关结束，谢谢大家。我他为什么又出来了？侏罗纪不知道那是侏罗纪的侏罗纪，对，侏罗纪的一员，份红包的时间，对啊，我们这个系列不是有2000块吗？好，好，那三个任务，这个应该是一起，一起，一起的，不然真的太难了。OK， 都要一起。有很难吗？让鹤八八九，让鹤，让鹤八八九，让鹤八八九，找出以下声音的动，以下，这个难，哦，哇，这个难，这个难，这个难，这是黑猩猩，这个难，哦，这是鸟啊，哦。十只金太阳停留在身上5秒，这个简单。金太阳，这个简单。感觉他像是一个韩国人，不是金太阳，有那种鹦鹉吧？啊，鹦鹉，鹦鹉。OK， 你我们也可以让爸爸去找一下，找一下。我们呢？嗯，如果要让鸟禽类很容易接近、安静。可以跟你有互动，是我们就是要安静，好像而且你要学它，对，你要学它，但是我们现在不要它安静，哦，要它叫，那叫怎么办？啊，我们三个朝它冲过去叫，爸爸爸，对耶，他们这边，哦，叫了叫了，哦，哎，哦，要唱歌，爸，哎，这一关过了。对不对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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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他还会敬你哦，八八哥也会敬你，八八哥会敬你，哎对，太难了，我们去找看看。这个，哎上面，就是他了，我找到了，啊，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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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，我们找到了，不是，你看谁会，你看谁会回你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他是肉食性，要吃肉的，然后小小的。然后他会互相抢，那个很凶，哎，他是一对羊在一起的，他会笑，他会笑，笑翠鸟，对对对，笑翠鸟，笑翠鸟，笑翠鸟，好厉害，我想到了，笑翠鸟，厉害，好厉害哦，我知道了，声音都还没听到，动物达人，动物达人，解开，解开，声音都还没听到，一个笑翠鸟，我解了，哇，解一个，强啊，笑翠鸟。金太阳最简单，我跟你讲，反而难的是这个八八八八九八八九。老板，这什么？这好漂亮啊，这是他们的，它是冠鹤，冠鹤，冠鹤。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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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，大哥来，大哥贵姓？哎，姓李哦。有有大哥，有大哥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解释大大疑虑，说为什么只有这只鹅，它会巴巴，一定养它养很久，很久了，对，很久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从小就跟他玩这样的游戏，所以那个鹅知道巴巴就是。是的，他吃东西他就会进。对，从小他教，因为其他鹅都不会啊，就他而已。你从你远远只要叫爸爸，他就来过来了，他就知道爸爸吃了食物来了。就像小孩安安，您这个园区里面到底有几种鸟？现在目前有的67种。哇，67种，六十七种，大哥，那全世界有几种鸟？鸟类哦，几十万种，几十万种，这么多，单一地方能收到这么多，其实也蛮不容易的。以后会更多，以后会更多。哎，我们来去看一下笑翠鸟，好吧？大家真的没看过。OK， 再说我们奖金已经赢了。是是是，还有一个，真的了，还有一个金太阳，金太阳哦，金太阳，对啊，来去找找找笑翠鸟，找找金太阳哦。好。大翠鸟，大翠鸟来了，大翠鸟。是卡通里面才看得到的，真的，哎，好棒哦！我们可以上次看它吗？它会飞走。我现在好像在非洲，非洲才有这个，对不对？马达加斯加。马达加斯加，因为它的那些动作讯号，我觉得它是对食物其实有需求，是想要吃，害怕，大过于需求，是是。我先害怕，当然害怕先，对啊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蠢蠢欲动。哎呦，听到豆哥讲要来了，哎，哎呦，哎呦。我操！王王圣杰，王王圣杰，你好！哎呀，哎呀！不够劲，不够劲！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，快快快！哦，好漂亮哦！真的。哎，哎，哇，好准哦！好准啊！好准啊！哎，他去哪里了？他拿到跑到那边去，有味道就好了。这个都是这里啦！哦，哎，看到了，这就是笑翠鸟。它声音这么小，这声音可以这么大声啊？对，很大，它很凶，很凶哦。它笑起来会这样。啊？笑翠鸟，笑翠鸟，澳洲东部是啮齿类小型哺乳类哦，昆虫等等。哎，它就来。哦哦哦哦，非常好玩，非常好玩，非常好玩。哦哇！还是蛮痛的，那尖还是蛮痛的，还是蛮痛的。它那个嘴巴很硬哎。尤大哥，笑翠鸟的公母怎么分啊？以体型吗？这只算是公的。这只是公的，公的。你看，对，哎呦，这只是公的。我懂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它公的嘴巴稍微比较扁，比较宽一点。宽一点，解开了，要怎么样让它叫呢？开一样的声音，它就会跟着笑。来来来来，那喇叭拿来，声音声音。哎，有了，他站起来，他站起来了，他站起来了。哎，我，他一直觉得我们在整笑。哎呀，他被玩坏掉了。对啊，好了，既然有解开笑翠鸟的话，那我们接下来去找金太阳哦。好，金太阳。金太阳在哪？哎，来了来了。真的。哇哇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又被玩坏了，又被玩坏了，又坏了又坏了。金太阳，找金太阳，金太阳，金太阳。吃完了。真的要跑不要？哎，真的是这样跑不要？对，这样跑不要。14只了，哎呦！分享分享。老板，老板，先把饲料先，不行，他这样子不行。所以我们了，来来来，好，哎。我有一只，还是一只，只有一只。我把它放着，把它放到肩膀，把它放到肩膀。不行啊，不行了，失败。身上哦，身上哦。哇，分手。豆哥他，豆哥不行啊，你有饲料，他就一直在饲料。你看看我脖子在干嘛吗？因为他啃我的脖子了。他为什么一直在吃我的脖子？因为你有汗啊，是吧？哎呀，好痛！倒数30秒。哇，好痒！哎，你要把这个盘子放下来啦！放下来是不是？我觉得三个人加起来是，三个人加起来是。你怎么会这么怕？我三个人快点！他飞过来的时候是蛮恐怖的。哎，逃生好了。哎，哇，你很牺牲哦。哦哦，你有机会哎！你有机会，他已经钻到他衣服里面了，真的。你们帮我，你们帮我才对。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，有有有，上来上来，啊，这里还咬他耳朵，哎，他咬他耳朵，残忍吧？是是是是，是啊，是要给我，是要给我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老板老板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都吃药都吃药都吃药，快来快来快来，救命！快快快来快来，资料资料资料，啊！有没有？哎，二四六八十，有没有？快点，快点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啊，各位同学们，请看一下，这是人形的七架哈。你要怎么样能够成功的吸引金太阳，请维持这样的姿势，就可以吸引金太阳。好，可以站起来。OK。你不敢动是不是？你不敢动是不是？你现在晒康狗。哎，潘永哥，兄弟，有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。他不下来哎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哇，哇塞，太可爱了。所以这一区，这一区里面全部都是这种小型鹦鹉。对。啊，它为什么有不一样颜色？哦，这种是细密的，它是吃那个。细密鹦鹉。哎，细密鹦鹉，它是吃这种的。它也会吃其他的，吸那个蜜。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蛮厉害的动物园，真的。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一个，你真的可以跟你所听说过、哎看过、是图片上有过，对，但是却可以来到这里跟它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，那么近距离，而且它又不是猛禽，是，对，它就是一个哎很温和的，很温和。对，虽然你前面会被吓到了，哎对对对，还是会被吓到，太多的时候，你看那个，到最后才来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原来这就是台版侏罗纪啊！所以我们成功了，是不是，豆哥？成功啊，成功啊，是成功，而且我们刚刚都过关了。对啊。其实你们时间已经到了。没有了，其实。对。完成的时候已经是3:12。你那个计时时间太早开始按了。不要。不要吧。资料到自己头上，对，为了你们争取的多了一分多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真的牺牲了，他牺牲自己，牺牲，真的完成。其实我们这一站其实蛮好，大家都合作起来，真的厉害。还没有男朋友，各位如果以下，好，对，交友，开放认养，开放认养，有7天的那个，为什么会有这个？这哎，奖金啊，喂，鉴赏金哦，我们现在真的算赢哦，赢啊，当然了，有了，真的。真的真的，我们两个就一人一张了。为什么？他牺牲了，他应该2张都他拿了。对啊，真的。这兄弟是 man 啊。对啊，拿去。好了好了，没问题，我先帮你说，你没有口袋。对，我没口袋。对对对，可以的。哇，这个是侏罗纪。哦，侏罗纪。好可爱，侏罗纪。嗯。饼干。其实我发现游老板也是狂人。是。就是热爱到一个就是。全部收集起来，对，那干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让大家都可以知道，来接近他们，接近，来接近他们，谢谢，这个就是送给你们，谢谢，接近，接不近，老板，谢谢，谢谢，啊，太开心了，哎，这次其实真的是蛮棒的哈，对 ，Alan， 谢谢老板，我们自己一起兄弟一起来玩，对，啊，这次又有西亚，是啊 ，Alan Barbie 西亚 ，Alan Barbie 西亚，虽然说我们这次只有赢到你2000块而已。没错，可惜了，只赢了他2000。对啊，前面都是我害的。不会，没有，下次，不要，好，下次，下次再挑战。灯辉应该常常要出去工作。对啊，灯辉舞台剧多演一点。反正灯辉不在的时候，我都可以来帮他补上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照。耶，来照。觉得他就是拥有着一个名媛的外表，但里面其实是水电工的灵魂呐、啊，可以这样子跟着我们这样大叔们这样到处跑，然后也不顾形象的乐在其中的玩耍，我觉得是蛮厉害的。Alan 都不用讲了、啊，当然是可圈可点。我自己兄弟，他跟我是一种默契。等啊，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其实除了这个找到驯龙高手之外，哦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啊，生日快乐！谁生日呢？温阿兄啊，小豆哥生日哦。好像我们有准备什么东西要给他，对不对？他这几天已经对我很失望。我们玩游戏嘛，对不对？我都就是让他失望一下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就要让他开心。好，来啊，就越野车咯。越野车，一个寓教于乐，很有人味，很有人。人的感觉，1、2、3一起上啊！这个非常好的经验跟回忆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你们会不会太突然，来太晚了 ？Happy birthday， 今天都几号了？豆哥。
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变这样子？哎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兄弟，你音起太高了，对，有点太过高了，回不来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用点了啦，不用了，不用。哇！对。不行，怎么突然间来这一招啊？其实 Alan 哥这次有个秘密任务，破坏你们拿奖金，然后让你开有点不开心，然后最后啊，我对他怎么可能不开心？你们太小看我们兄弟间的感情了。你起码讲一下，你有怀疑了？哦，有啦，怀疑啦。你有怀疑我骑摩托车怎么可能输给那个小那个十一岁的？但是我觉得那个倒是怀疑归怀疑，但是我就奇怪这家伙怎么啊？因为对方是女儿啦。是啦，女生还知道吗？但还是感激不尽，真的感激不尽。来 ，Lady First， 先来一个。是，有小。要砸蛋糕环节。哎！搞什么东西？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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